鞠躬啊！你此番发兵于山，必中那刘伯温的诡计，亲者损兵折将，忠者全军覆没。向老臣与之功，乃是患难兄弟，亲同骨肉一般。这十万大军战将天元，也是老臣亲手教练。严真真，你们子日龙潭葬身虎口，这不汉夜就要化为飞灰，怎不令人可惜呀？怎不令人可惨？怎不令人？是非的神的罪过落得过